饭店赶工生产各式口罩套。黑色丝袜口罩套主打薄透气，隐形围网口罩套号称有抗菌除臭功能。啊，就是这个导电原理哦，它具有杀菌的功能。另外还有最新最夯的胶原蛋白口罩套，粉色、绿色、蓝色，各式颜色任君挑选，一闻还有淡淡香气，常常卖到缺货。这种就是独特的味道，很像在擦保养品那种味道，触感还蛮舒服的，蛮柔软的，也很好呼吸。口罩套除了得透气，为了抢商机还增加清香。这些口罩套工厂其实是袜子工厂，封下去戴，觉得这个胶原蛋白不错，还可以美白美容。业者表示，工厂两个月可以生产500,000双袜子，因为疫情影响几乎卖不出去，狂赔钱，业绩掉了80%。现在开发新商机，口罩套，15台机器全力生产胶原蛋白口罩套，2个月生产63万片，目前已经卖出60万片，以3片150元的价格，粗估营业额进账3000万，业绩整整提升20%。这目前这疫情啊，我做不了哦。我啦有影响真大，15台买一台，专门做这个口罩套。全台湾疫情色变，口罩防疫用品不好买。彰化3间袜子工厂业者突发奇想，利用现有机器改生产口罩套，原本停工的生产线又动了起来，转变自救求生。记者陈胜伟、谢云珍，彰化采访报道。